头鼓起来的，这一头都是鼓起来的。现在给它修一下，好大一坨。走路不痛吗？这个？嗯。你这个小猪跟着了，还是这种。这个地方就可以了，暂停一下，我们修另外一个地方啊，修指甲。修这个指甲啊。
讲究。修好，现在那个我们来修，修一下，看一下，对，这个脚对吧？这个脚指头上面有个这样的坨坨，这个坨坨的话，修的这个视频等一下是那个抖音号，在那个长沙少伟师傅，大家可以去搜一搜，看一下这个坨坨，好大一个坨，都痛了，这个就修了啊。等一下你想看这个的话，就长沙少伟师傅那个号啊。